大家好，我是俊德，我是一名自由接案的表演艺术工作者，也是创作者。会这样自称自己，是因为我高中戏剧班，大学才进入舞蹈系学跳舞，所以我不定义自己应该是一名舞者或者是演员。在思的陪伴计划里面，我做的作品是外公给我的一堂表演课，灵感是来自于我外公的告别式。传统的丧葬文化跟表演很像，有很多雷同的事情，或者是某一些身体的样子是我觉得很着迷的。第一个是单人表演，我觉得单人表演是身为一个表演者的必修课。另外一个是我想要做一个通俗的作品，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得懂。这是比较有趣的是有一个阶段呈现，那我也在想说，一个阶段应该长什么样子。我觉得思比较像是我的经纪人的感觉，策略的去让作品慢慢的长出来，触及到不同的人，能继续走在表演艺术这条路上。那希望这个作品它真的也可以再继续走下去，越多人看到越好。这个议题或者是说这个作品还蛮亲切的，也欢迎大家继续追踪这个作品，它应该会再继续下去。